是这个地球的明星，而且就是说，美国梦这个梦来自于哪儿呢？就是来自于像迈克这样的人。说他做这些 video 的时候的话，每次做就基本上倒闭一回似的那种感觉。美国有一个唱片公司叫 Motown，你肯定知道。Motown 呢，就是第一个是黑人的唱片公司，老板就说，哎呀，说他曾经一度吧，还帮助 Michael Jackson 理理财，就说你这有那么多钱怎么着？他说，但是后来他发现他根本没用，他就对做艺术这方面太投入了。对，就他做一个 video，他要花的钱对，可以是别人的100倍。可以，他说在这个拍这个东西的时候的话，经常有的就是说拍回来说，哦，这一看，哎呀，你看这一个镜头就这一点儿的话，要那么做就更好了。这个是别人不会，就说那就哎呀，这次下次注意就完了。他是只要他发现了，他就会从头再来一遍，就把这整个场面啊怎么怎么着的话，从头再来一遍。所以他的成本特别高，特别高的。你看，就是他的演唱会，就证明事隔这么多年，他的东西还屹立在那儿，还有号召力，他的东西不过时的。他那么投资 MV 是有道理的，到今天你看还不过时。